汪对立大功的狗狗毛毛肚子饿了，正要找好吃的，但是在半路上却被巫婆小猪变成了一只巨型的狗狗，它的肚子更饿了。幸亏这时小猪佩奇找到了毛毛，他为毛毛带来了一根巨大的炸鸡腿，毛毛吃后肚子终于不饿了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画这幅简笔画吧。这幅画主要是有粉色、玫红色、红色、深棕色、浅棕色、黄色、青色、黑色和白色构成的。好了，让我们一起给这幅画涂上漂亮的颜色吧。